大家好，家庭互动小游戏。按我的操作方法，我们在家庭聚会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面前逗他们开心时玩这游戏。首先我们将鞋带给它解开一个，按我的操作方法，将这个左侧奔底下掏过。首先我们底下先打个单结，打完单结之后，将左侧的绳头再奔着穿过，上面再打个单结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已经变成个死结。我们在不需要给它原路返回的时候，按我的操作方法，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啊！首先，右侧的绳头奔底下给它穿过，绕出之后，咱们上面这个绳圈当中穿出。什么神奇？不要眨眼，拉伸见证奇迹。开了。